我镇政府已落实多项青年措施，以协助及唤起青年对国家的愿景。214项技能和创业培训计划已汇集8652名青年。电子企业家及电子生技计划汇集300000名参与者。一亿令吉拨款于青年农业企业家计划，已栽培3000名生产高价值农产品的年轻企业家。青年土著企业家基金 TUBE 汇集1436名青年企业家及1424家新企业，已创造3257个就业机会。青年领导培训计划，大马青年国会组织领导力培训课程，青年之友卓越大奖，大马青年志愿团队，政府实习生计划，已汇集26879名青年。政府拨出2亿3955万令吉作为大马青年计划 1M4U 发展基金，此计划已招募40197名志愿者，已进行多个活动项目。体育精英培训计划已汇集649名运动员。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，以民为本，绩效为先。